东木根酒吧阿伦です。对，大家看到我现在后面这边很特别的一间店，有没有？这边是什么地方呢？这边呢其实是位于行田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胶蛙鸡店，然后它呢号称是世界第一，据说里面的鸡台数也是世界第一，而且听说占地超级广的。然后因为一个人来胶蛙，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太傻逼气，对，所以我今天请了一票人来陪我一起嚼娃娃，至于是谁呢？就是江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哎，这边胡子，我是黄立伟。胡子走。对，没错，今天我请总共这样的四位巨星来陪我一起嚼娃娃，然后至于我们嚼娃娃的巨星，对，不要巨星，只有黑羽而已啦。我知道，黑羽巨星黑羽，巨星跟大家。好，那我们就准备要进去嚼娃娃。那么其他人频道呢也会有今天的相关的影片，大家不要忘记去看一下哦。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准备进去吧，走。好，我们要进去喽。OK， 好，我们现在进来这边呢，据说这个商店呢，这间嚼娃娃店呢是世界第一，听说那种，大家看到现在机台非常多，机台的数量呢是世界第一，然后里面的种类呢好像也是世界第一。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吧，然后我们等一下也顺便跟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创作者他们嚼娃娃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吧。哇，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多各种不同的娃娃，哎，像这种娃娃类的也有啊，这种玩具类的东西也有，真的非常非常多元。对，真的是来这边哇，光是要选然后夹什么就真的很超花时间的吧。这个，哎，这个好可爱哦，这个这个肉很像那种漫画里面出现的肉，这个我还蛮想要的。对，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东西吧。它居然还有这个，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烤肉的东西。剪刀机。哦，这个我没有看过，它这个好像是要把它的精品呢，把它这样子把它夹出来的一种机器耶，这也蛮特别的，这我之前没有看过耶。哦，那这个2012年的3月3号呢，在这个店家里面有240台的嚼娃娃机，哦，所以这个呢达成了世界第一。啊，这个是胡子，是全换我们摆啊。好，黑羽少女心夹这个软软，我觉得很可爱。嗯，还不错，然后我用一口，等一下我看一下三到底是什么，是要戳它。哎，我。我在研究，研究干嘛用？好，哦，有哦，哦哦哦，哦，回到了，哎，好水，耶耶，耶，好猥琐，好乱哦，哈哈哈哈哈，像是摆啊，好像摆那个那个挖机台的那个，对，耶耶，好，我们接下来夹这一只吕拉库玛。超可爱的，我们要三人一起合作。换你啊！哦 ，OK， 好，谢谢。好，等等 ，Go Go Go！ 我们继续来打他。哎呦！哦，你想把他先往前推，对不对？嗯，然后这边勾过来，勾过来。刚黑羽第一翻翻的太好了。对，我们目的先把他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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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过来。而且他算轻。对，嗯，真的。放我，不能再雷了。或者是刚才摆正中间的后面，啊，就跟刚才一开始黑羽那样。就直接把它翻过来。对对对。就好可爱。好像太正中间了。就刚才黑羽的也超正。对啊，我刚才超正的。黑羽超正。黑羽超正。黑羽超正。不是很翻的。翻一圈，直接翻出来。翻。哦。哇，哦，又要再黑了，对，直接正中间就可以了。好了，对，看我的，真的超好夹，已经300出一只，真的比台湾的还好夹。黑羽能不能出来呢？究竟黑羽能不能出来呢？松哦，好像有点松，对，顺便往后翻哦。快说快说，往后翻，哇，啊，没事没事，啊，哎呀。对，太重了，看来只好让我让他下来。对 ，OK， 好，那阿伦来让他下来。对，哟，好兴奋啊！现在都有轮流。有哦，应该可以，应该可以。这台机还真的蛮好夹的。对，我们来看看关键性的一刻。哦哦。耶耶耶！对，超可爱的耶！对，然后我们今天的比赛结束了。至于
谁赢谁输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黑羽还有黄氏兄弟那边都有出影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们两个地方看哦。已经开始团结了。对，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夹娃娃呢，也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团结。对，就是大家都夹不到，然后到后来就干脆合起来，合力起来，一起去夹一个东西，这还蛮有意思的哦。对，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夹娃娃店呢，除了我之外呢，像黑羽呢，跟那个黄氏兄弟呢，也都有拍。然后接下来我跟胡子呢，也有相关的合作影片，大家不要错过哦。好，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家店家有兴趣呢，我会把他的店家资讯呢放在 YouTube 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有兴趣就可以去 check 一下哦。好，那今天的阿伦频道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阿伦频道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那些所见所闻啊，还有像今天这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玩啊，一起出来这种玩，感觉真的是还蛮开心的一个影片的分享等等。有兴趣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来追踪我在日本的一些影片资讯哦。另外呢，这边呢是我的 Facebook 粉丝页的 IG 哦，大家可以追踪一下。还有旁边这两边是我其他影片，有兴趣的人帮我点进去看看。还有今天所来参加的各个 YouTube 们的频道呢，也不要忘记追踪一下哦。所以，大家好，我是 Minasan， 我爱しましょう，等你哦，我们再去夹吧。